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学习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进步，不断的进步。德行学问才会有成就。那么教学这个最殊胜的指导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实在来讲呢，就是《三字经》前面的八句话。讲的简单明了，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现代人呢，疏忽了，啊，教育首先要肯定人心本善，人之初性本善呢，啊，正如同佛家的教学，佛家的教学首先要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么我们的目的，教育的目的没有别的，恢复你自己的本性本善呐，这教育成功了。佛家的教学呢，回归到你本来是佛，等你成佛了，你本来是佛，这桩事情才做得圆满了。啊，为什么需要教育？下面说得清楚了，性相近，习相远啊。如果从性上说，一切众生都是善的，绝对没有一点点恶，就像十三业道经上所说，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那是真的啊，这个就是性本善啊。所以从性上讲呢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我们那个尊敬呢，对人的尊敬、敬爱、关怀啊、照顾、互助合作，都是从这个理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，是自然的，不是要人教的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这性德嘛。啊，乃至于无伦、无常、八德是自性的性德，你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啊，所以它本善嘛，啊，所以从性上讲，大家一样，完全平等。啊，可是习性呢就不一样了，习性习惯，习惯可不是你一生。累积的，而是生生世世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能不承认轮回，你不能不承认有前世啊。如果没有轮回，没有前世，
习性就讲不通。啊，习性呢，是我们跟本性呢，距离越来越远了。啊，就是染污这个世间的不好的习性，不好的习惯。因为这一个事实，这样一个原因，于是圣人呢，就自自然然想到教育的重要。啊，苟不教，性乃迁呐！这教育从这里起来啊。那要没有习性，你不要教了。啊，因为习性不善，所以需要教。啊，教的目的是什么？从习性回归到本性，啊，从不善回归到本善，这是教育的目标。所以是返璞归真，回头是岸啊！啊，这教育从这里兴起。这一桩事情可重要了啊，在世出世间法里的没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，所以在人生的一生当中把这一桩事情摆在第一啊。你看孔子这在《论语》里有记载啊，夫子曾经说过，我一天不吃饭，一天不睡觉，一夜不睡觉，我在想啊，想来想去都没好处，最后的时候总结做个结论，不如学也啊。所以人，我们可以说人生第一的是什么呢？好学啊。要拿宗教的话来说呢，好学的人得救了啊。好学的人能成圣，能成贤，能成佛，能成菩萨，是好学啊。所以你具足基本的条件啊，孝廉成敬，后头加一个好学。要不好学，老师虽然想教你，不好学，不愿意学啊，那还是不能成功啊。所以好学，老师就会把方法传给你啊，这个方法是古圣先贤传给我们的方法了啊，就是三字经下头两句话了，教之道贵以专，秘诀。那么现在的学校犯什么毛病呢啊？现在的学校是学得太杂了，太多了，不专啊。所以现在的学校，西方的这观念啊，是从哪里下手啊？广学多闻啊，东方的观念是专精，不是广学啊。那在佛法里头有广学多闻呢啊，但是你要晓得，广学多闻是什么时候啊？是专精成就之后。广学多闻啊，所以这个西方人讲啊，做学问像金字塔，他比喻也很好。一开头呢，要广学，什么都学，学到最后就学专了啊，什么都学，什么都知道。最后的时候啊，到博士班的时候，
那不叫博士，专士啊，到博士的专攻一个科目啊，他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都是光学论文啊，所以唯学像金字塔了，中国不是的，中国唯学像一棵大树，你看树根树干，专呢就一个了啊，以后慢慢的就枝叶化果啊，所以中国做学问呢像种树啊，先一定是专，专一。这个东西方理念不一样啊，所以方法也不同，效果不一样啊。那么像金字塔，金字塔的效果最后是四，不通了，到顶就不通了。中国大树是活的，生生不息啊，它有无限无量的生命啊，那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那么佛教导我们啊，你就能看出来了啊。佛教导我们学习的一个原则，中国古人讲这一句话，教之道归于专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，四弘誓愿，四弘誓愿就是教给我们的学习的次第啊。你看头一个法愿啊，我们中国人讲立志，志不立，那你这个一生呢，你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你不会有结果啊！你这一生是盲目的，真的叫是醉生梦死，迷惑颠倒啊！头一个叫你立，要发育，中国人讲立志啊，立什么志呢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那我要成就道德，要成就学问啊！为什么？为度众生呐、啊，不是为自己啊！啊，不是立志做大官发大财，不是啊！啊，是为度众生。度这个词，用现代的话来说呢，就是服务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一句话要是用今天白话法把它翻出来，就是为无量无边的众生服务啊。毛主席提出了为人民服务，佛提出的是为众生服务，比人民的范围大了啊。而且佛给我们讲啊，为哪些众生服务呢？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啊！你看这个心量多么广大啊！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，你就要学啊！你要没有道德、没有学问，你拿什么为别人服务呢？啊，服务头一个是道德啊，有学问有能力，没有道德，那个服务啊，恐怕是为自己，不是为人民啊，是为自己服务啊。有道德才真正为别人服务啊啊。所以佛的这个在道德的这个教育啊，我们讲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二愿，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，断烦恼成就德行啊，德行不要学，烦恼断了，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就出来了
啊，那我们中国古人讲的交之道贵以专，就是四弘誓愿的第二句啊。为什么呢？专，专是定啊，啊，定小定能伏烦恼，小定能忍啊，忍辱是小定啊。啊，大定啊能降伏。那么定到一定的程度，智慧开了，智慧开了的时候，烦恼就没有了，转烦恼为菩提。啊，换那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。啊，教下讲的大开圆解，念佛法门里面讲的理一心不乱，啊，这是每一家讲的不一样，用的方法不一样，境界完全相同。啊，把烦恼转变成智慧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才开始广学道观，法门无量誓愿学啊。所以我讲，我们是比喻种树啊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是什么呢？是树根、树干。啊，根深蒂固啊，然后才有枝叶花果啊。枝叶花果就是广学道观。啊，而那个时候学东西学得就快了。啊，所以你智慧没有开，学东西学得很辛苦啊。啊，你要样样都学，你一辈子都不会开悟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心杂乱。杂乱在现在这个社会，在你日常生活表现出来就是心浮气躁，所以你什么都学不到。你能学的是皮毛的常识，没有一样你精通啊，就专攻一门啊。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提倡啊？真正想培养儒释道啊，培养这个好的老师啊，师子啊，我们不敢说，我们用圣贤的方法来教他，我们不敢讲，但是我们懂得啊，圣贤人呢学习的方法，这个我们懂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帮助他，我们可以照顾他，我们可以护持他啊。我想找十几二十个人呢，我做护法的工作，我照顾他们的生活，让他们在十年当中身心安稳，没有后顾之忧，衣食住行通通照顾到。你好好的去读书啊，读书怎么读呢？也慢。可是你要真正具足基础条件啊，这个基础条件前面讲了啊，孝廉诚敬，还加个好学。如果有这个条件呢，你有十年的时间，没有一个不成功啊。读圣贤书啊，啊，读哪一样呢？你自己喜欢哪一样就选择一样，就是一样，十年就念一样啊。你说我读《论语》，十年就学了一遍一遍的读
遍遍有进步，一遍一遍的讲，遍遍也有进步。啊，读十年，学十年，讲十年，你就熟透了。这一样东西熟透了啊，就恭喜你了。熟透怎么样呢？中国谚语所讲的熟能生巧，巧是什么呢？贯通了。那个贯通啊，能通一切学问。为什么能通？因为一切学问都是从你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。你这一门深入就是见性啊，见性就通了。然后学其他的学问的时候，一接触就明白了，很容易啊，很简单呐、啊。啊，那你要不相信呢？你看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19岁出来参学，到30岁，整整12年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他是王子的身份。啊，身份高贵，又非常聪明。啊，一般人见不到的人啊，他能见得到，身份不一样嘛。所以在印度啊，当代一些高人，他通通亲近过了。啊，12年学了之后。是学了不少东西，但是不究竟。啊，我们现在的话是，知其当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啊，印度那些高人，他们这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有啊，没有智慧。啊，那就是什么？禅定不到家，啊，到第八点，啊，所以他们能够见到什么？能够见到飞飞翔天，就往上；往下呢，能够见到阿鼻地狱，本事可不小了。可是释迦牟尼佛提出问题：这六道从哪来的？大家都不知道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？这六道能不能解决？没有一个人能答复。所以佛学了之后不究竟了，再找不到地方学了。啊，这在恒河边上看到一棵大树，大树底下一坐一入定，哎，12年所学的东西算了，放下。统统丢掉，不要了。这一丢掉的时候啊，智慧开了。啊，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啊！啊，这就是以后佛教给我们的。你把那个妄想分别这个放下就行了。啊，他12年求学没放下了。哎，到实在求不到的时候，哎，把这个放下吧。哪里晓得一放下，就明白了。啊，从此以后他教学，啊，一直到他圆寂，他79岁圆寂的。所以讲经说法49年了，啊，教49年。你明白了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，那我们现在一定肯定他职业教师，他一生干这个事情，职业教师啊，他不是神，他也不是仙，他不是宗教，他是教育啊。那现在把他看成宗教的，冤枉他了，他是个好人。冤枉好人是有罪的啊。
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实在讲，过分的粗心大意了，啊，随便批评他，对这个人根本不认识，啊，就加以批评，你说是不是罪过？啊，他没有受害，受害是我们自己。我们把他当作宗教撇在一边，这么好的东西不学习，啊，那就永远要搞六道三途，不就这么回事情？啊，他的这个学术是叫我们知道啊，六道三从哪来，怎样超越。真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他一生，这个给我们的实现，这就是教育，让我们从这个里面去体会。啊，学再多的东西，想成就是要放下，不放下永远不能成就。啊，不放下去，进有了，进没有，进步没有。啊，你止于六道，你出不了六道。啊，所以要讲精进呐。啊，那么在中国，中国也有个了不起，真的是佛。啊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。这大家都知道啊。六祖大师没有学，你看他实现印度的时候，他实现学了12年，没办法，啊，解决不了问题，把他放下。六祖大师一接触就放下，不要学，放下呢？放下就是，啊，放下怎么？没有一样不同。五祖传法给他的那一年，他24岁啊，啊，他一生没有听过经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。啊，五祖是半夜把他召进来，啊，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那我们知道讲大意呀，那是绝顶聪明的人。不要细讲，讲大意啊，他真是点到为止啊，哎，大概讲1/3，啊，我们知道《金刚经》大概5000多字，啊，1/3的时候不到2000字啊，讲到1000多字，那就念念的，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彻底放下了，这一放下就是。后面不要讲了，他全懂了。不但《金刚经》他懂了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全懂了，真的懂了。你看他以后出来弘法的时候，啊，就是在逃难期间，24岁那年逃难，啊，逃难在路上。遇到一个比丘尼，无尽藏比丘尼，啊，这个比丘尼一生受持涅槃经，啊，就是读诵涅槃经，不知道有什么意思啊，啊，遇到慧能，啊，慧能看到的也很欢喜，啊，就叫他念念给他听。他一面听，一面给无尽藏比丘尼讲解。无尽藏比丘尼开悟了。啊，这个他24岁的时候，啊，法达禅师念了10年《法华经》，不懂啊。见六祖的时候。向六祖礼拜，头没有着地。六祖看出来了，
等他起来的时候问他，哎，你刚才在拜啊，礼拜啊，头没有着地啊，啊，我们用现在的话说，大家好懂，你呀，一定有值得骄傲的之处，你有什么值得骄傲？他就说了，他念了3000部《法华经》，我这是一般人做，《法华经》很长啊，一天念一部的话，3000多部差不多10年了，啊，10年等于专门念《法华经》，不同意思。啊，六祖说了，《法华经》我没听说过，你念给我听，《法华经》28品，他念到第二品《方便品》，啊，念到第二品了，六祖个人行了，不要再念了，我知道了，给他讲解，他开悟了。啊，这是世贤给我们做的证明，释迦跟六祖，啊，真正的学问智慧从哪里？自性本有的，不要学，放下就是。啊，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在哪里？放不下了，想放下放不下了。啊，这就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是真的，一点都不错，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你的麻烦就在此地。啊，所以经教可以学，啊，但是你不会开悟，为什么？你没放下。你学完之后能放下就开悟了，那就像释迦牟尼佛实现的，啊，到处参学12年，啊，你还要执着你参学那个东西，就完了。啊，那怎么呢？你不精，又没有办法进。没法子提升啊，所以你要记住啊，放下在我们来讲是分分放下啊，执着有100分，一分一分的放下啊，100分通通放下了啊，恭喜你，你大幅度提升了，提升了什么？你从六道里的身超越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然后再放下了分别，分别也是100分。啊，你也要一分一分的放下。啊，慧能大师那上上根人呐，他一下就彻底放下了。我们这个100分100分，就比如说吧，一年放一分吧，得100年。啊，那么执着100分，分别100分，妄想100分，就300分了。那是300年才成功啊！哎，慧能是一下就放下了。啊，他在一念之间呢。那就是我们修300年，他这一念之间就完成了，他能做到，在理论上讲人人都能做到，问题就是你肯不肯，肯不肯放下啊？现在想想，哎呀，真难呐！啊，那想想看，慧能为什么能放下？跟你说，家徒四壁，穷光蛋一个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好放下了。你今天富有，拥有的太多了，这个也留念，那个也留念，放不下了。道理就在此地呀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能放下的是，他已经把那个什么。荣华富贵呀，已经放下12年了。啊，12年放下也没有什么留念了。啊，那放不下就是12年学的这些东西。啊，学的这些
这些东西大概他的妄想分别就是在此地。那么恒河旁边大树之下，他把这个也放下了，那放下进去了。啊，所以这两个人给我们所示现的，给我们的启示真的是不可思议啊。你要能看出门道啊，你要能呢体会这个味道啊，啊，我们要相信，是沉浸，对了，对佛要沉浸，啊，真诚恭敬，决定没有丝毫怀疑，他说的话句句是真话，啊，绝对不会骗人。放下就是千斤万论，给谁说的？给放不下的人说的。啊，慢慢来诱导你，让你纷纷放下。对于那个上上根人，一下就放下，通通用不着。啊，那就跟慧能一样，通通用不着。我跟老师学习那么多年，老师没有把这些这个里头的离事像我这么讲得清楚，没有啊。啊，那么这也是教学的方法。啊，没有讲得清楚，让我自己去悟，自己去证。为什么呢？自己悟自己证的是真的。啊，不是从老师那传来的。啊，所以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啊，这个老师教学生的一种手段。啊，他诱导你，你自己去，自己去争。啊，不说破，说破什么？说破就把你悟门堵死了。啊，你以为就是这样的，从这里又起了分别执着，那就永远不能进步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真正好老师啊，不跟你说破的啊。可是现在啊，你要不说破，他一辈子也悟不到，这个就难了。那么说破了怎么样呢？说破的时候告诉你，你要放下。你要不放下的时候，你就永远，为什么？你在这天又起了分别执着。我说的这些，你又分别着，又执着着，就又坏了。啊，真的要像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所讲的，啊，说天的态度，啊，马明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听经。读经要用什么态度呢？立言说相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啊，言说是言语啊，言语记录下的是文字啊，不能着这个相，啊，这个要放下。啊，要体会是什么呢？记都不需要，你记是执着，是分别执着，连记忆都不需要，领悟，听了觉悟了，这个重要，但你的痕迹都不着啊，悟如啊，啊，佛给我们开示啊，那开示是佛。我们要有能力悟入，什么能力呢？放下就能悟入，不放下不能悟入。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所以
文字相不能执着，言说相不能执着。啊，第二个是名字相，名词术语。啊，什么叫布施？什么叫般若？什么叫法身？什么叫真性？都不可以执着。为什么？假的。为了说话讲解方便起见，沟通方便起见，用这些假名字。你要执着真的有这个东西，坏了。清净心中一法不离啊，所以老子知道，你看《道德经》头一句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啊，所以你不能执着言说文字，不可以执着，不可以执着名词术语。最后什么？不能执着心念想，就是，哎，我想这个什么有意思，一想就坏了。你想想看，一想，你妄想起来了，妄想要放掉嘛？你怎么会让你起妄想啊？啊，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啊，他觉得是那个意思，还去辩论，你说糟糕不糟糕？那明白的人看你辩论的时候，他在旁边笑话。虚妄执着，迷惑颠倒啊！你没有不如啊！啊，所以马明菩萨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，我们要学啊。那么我在台中啊，这个李老师教学方法就不一样了啊，别的同学。听老师讲经，写笔记写很多，老师不说话啊。我听经的时候也写笔记啊。第三次啊，我们是一个礼拜上一堂课，第三堂课上完之后，老师把我叫到房间，他说你听经是不是在写？我说是啊。写什么？写笔记。写着干什么？好的东西记住怕忘掉。老师说，你到明年呢，你的境界提升了，你写的东西在一个字都用不上。我想想也有道理，不要写了，专心听，领悟在心。你执着这干什么？所以我在那听十年经，我的一本笔记本大概只有薄薄这么厚，好像写了三分之一都不到，十年，老师不让写啊，教你什么呢？悟出。那还有很多同学，那我的同学徐启明、朱家林是最有名的啊，朱家林居士啊，哦，他等于说是全部记录，啊，老师都不说他，我也不敢问。到以后我们的经验当中告诉我们，学生根性不一样，哪一种根性要用哪一种方法啊。所以在台中那个时候，我离开台中出家，老师心里很难过，说出内心的话，我很感动。他说我在台中十年，我只选了两个学生，你跟周家林啊，他说你们两个根性不一样，周夏林的底子比你好，他大我七岁，古书念得多，所以他有汉学的基础啊。我读书四书念了两年的时候早就忘光了，没有基础啊。他说你的悟性比他高啊，所以老师教我着重在悟性，那么教他呢着重在记忆，所以让他写啊，不准我写笔记啊，就是要我专心听。年年境界不一样啊，这个我很感恩老师，原来不懂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在听经写记录求分心，
啊，你很不容易做到啊，这个起心论里面讲的那个原则。啊，你想想看，我听经记录，有没有着眼所想？有没有着名字想？有没有着心云想？通通着了。啊，只有真正的把笔记舍掉，啊，专心来听讲，听懂就懂了，听不懂不要去想。这李老师告诉我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想是妄想，绝对不是如来真实意。啊，所以看经也是如此。啊，看得懂的，你读诵的时候懂就懂。不懂千万不要去想，啊，你那个想不是如来的意思，是你的意思。啊，你不能把你的妄想以为是如来真实意，那就错了。啊，所以古人讲得好啊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千遍什么？心定了，啊，定生慧。啊，慧一接触。就通达明了，就跟慧能大师那个境界是相同的。啊，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了，现在学生可以说一万个都是着想，你哪里能找一个不着想的？你到哪里去找这个呢？你相信古圣先贤这个方法，现在你跟他讲，很多人不相信啊，这怎么行啊？这怎么能学到东西啊？啊，我们听到这个话是不是实话？实话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对于妄想分别之处是根深蒂固啊，他不这样学怎么办？他学不到东西，这样学呢，学皮毛，啊，永远学皮毛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根性了，啊，佛家讲上中下三根，啊，我们在台中求学十年，不晓得，到以后慢慢自己欺辱的时候，才知道之后对老师那个感恩的心呢，就大幅度的上升了，啊，才知道老师不简单。老师是因人施教，啊，虽然我们同班的学生不多，20几个人，啊，他对每个人教学的方法不一样，啊，所以每一个同学成就不一样，啊，20个学生一半以上，都不能进步啊。不但不进啊，都退了。啊，能保持进步的人不多。啊，所以非常不容易。啊，这个里头有真智慧也，真功夫啊，功夫是放下，智慧是看破。啊，那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了，我都把它说出来，毫无保留。啊，那我们自己就要有个自知之明。我们要想做圣做贤，先要具备基本的条件。啊，基本的条件，孝。沉静好学，这基本条件，这5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能成功。啊，学世间法可以，学出世间法绝对不能成就。啊，那么放下要记住，最重要在心地。不在
境界。啊，从内心里面舍掉，内心里头没有留念，真放下了。外面有没有不相干，要从内心放下。啊，外面都放下了，内心还有执着，还有牵挂，那没有放下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所以佛法是内学，不是外学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但是初学的人先要从外面放，为什么？它影响你。啊，你外面慢慢放的时候啊，你心地就比较清净。啊，它外的它能影响你。啊，到最后呢，最后是心转境界，不是境界转心。啊，初学是我们凡夫啊，我们都被外面境界影响啊，啊，所以外面境界是越远离越好啊。所以我们教人的时候不看电视啊，都得染污啊。如果真正成就的时候，天天看电视，不染污，那你心里真放下了，决定不染污。啊，你天天看不该死。而且天天看，还天天度电视里的众生，就功德无量啊。可是这个方法决定不能对初学，要对初学说，你看看，你看老子他都天天看电视啊，天天到这个娱乐场所，他信心没有了啊。所以要给他们做一个好样子啊。这个些都是都叫善巧方便啊，我们前面的无量的方便法门呐，啊，方便法门就是智慧定慧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活活泼泼的用上了啊。在用上的时候，你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啊，所以菩萨要给初学的人，给不学佛的人做一个好的样子啊，那就是什么延迟戒律。其实开悟的人还有没有了吧？念起心动念都没有，哪里还有这些？要表演给别人看，就好像唱戏，舞台上表演，要演得很逼真啊，要演得让别人看不出破绽。啊，你是个好演员。啊，这就叫普度众生。啊，这个事情是难，可是要真干，就是连念佛往生都要认真干。为什么呢？你放的越多，你到极乐世界品位越高，这是真的，这是你能带得去的啊。在这个世界啊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，地位再高，财富再多，带不去啊。你走的时候，你空手而来还是空手而去啊？所以为这些东西操心错了，完全错了啊。聪明人要为带得去的多用一点心，这就正确了啊。带得去的是德行，带得去的善业善恶业都带得去啊。你看善感三善道啊，造恶呢那感三恶道。你真的是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就不敢动个恶念啊。为什么呢？动个恶念感三恶道，不要说行为了，念头吧，念头是意业啊，
决定障碍你的道业，啊，道业就是世界人境禅定智慧，决定障碍。不能不知道啊，人生太短了，尤其现在灾难很多啊。啊，那佛给我们指了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西方极乐世界。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才来的，告诉我们万修万人去啊。那怎么能才是能去呢？具足心愿心，具足戒定慧，啊，依教奉行呢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，啊，到极乐世界一切都圆满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